小娟姐，你在创啥？蔡经理，我刚刚是在看到这大海呢。哦，你想要行船啊？吼，那有啦，我是在欣赏大海，吹着海。你先别吐啊，今日要甲大家介绍什么鱼啊咧？啊，来到这吼，听讲有一个鱼啊叫做短鳍黄鳝鱼。短鳍黄鳝鱼，不是呢，是短鳍黄蜡鰊哦，又俗称金鲳鱼。逢年过节的时候。你们好，我是恒春海洋养殖公司的蔡坤佑，这就是短鳍黄蜡鰊，是不是很新鲜呢？哇，哎，这不是我妈逢年过节都可以做的鱼啊吗？哦，这边供不应求啊，非常的供不应求。目前国际水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，那我们整个台湾水产产业的发展呢，非常的迅速。而我们在量产过程里面呢，常常会发生种鱼亲缘多样性不足，而导致活存率下降、畸形率偏高、抗病力不足这样的负面效应。那这些效应呢，都会无形的让我们的成本增加，养殖的效益都会减少。因此，我们公司导入学理的基础，还有选育的工具，利用分子标志的技术呢，来开发短鳍黄蜡鰊种鱼的品系，并且呢，透过建立海上创新的繁殖技术、受精卵卵质标准评估，还有种鱼群基因频度分析等性状选育的技术，来达到种鱼配对的多样性。那因此呢，可以让我们提高种鱼在管理上面的一个掌控性。那安呢，叫我看起来哦，这开袂少诶，感觉无遐尼简单呢。其实袂呢，安尼技术等到当降低成本，提高品质咯。那有可能，因为我们筛选出具有商业化效益的短鳍黄蜡鰊种鱼群，孵化率还有育成率都有所提升哦。除了可以降低种鱼的损耗之外呢，每年可以降低养殖管理成本超过80万元。并且可以生产出优质的鱼苗总数达到300000元以上。哇塞！哎，我省钱，我省钱，哎，让升八十万呢！这项技术实在太厉害了，而且可以提升鱼的品质，还可以稳定产量。重点是，哎，当升级，哎，当升级啊！太强了！蔡经理，猛力哦，这项技术未来可以用在其他鱼中养殖吗？当然，我们希望未来呢，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呢，运用到其他的经济鱼种上的选育，并且呢，强化台湾水产产业的竞争力。哇，强强强啦！蔡经理，手借我一下，呼口号，台湾渔业 No.1。老公，你在干嘛？三、二、一，没事。老公，你在干嘛？老公，你在干嘛？三、二、一，没事。没事。不好意思，我等下忘记我要讲啥呀。